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even if it's fake, cause I don't fucking care at all. You've been out all night, I don't know where you've been, you're slurring all your words, not making.我是 Melo， 今天这个 video 呢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常用的袋，就是这个 MyFim 的 Square Bag 啦。大家不要看我平时可能在 event 做事呢成日穿得很 elegant 的，其实我平时跟朋友出街我多数都是会穿 streetwear 的打扮的，所以这个袋呢其实我自己挺喜欢啦，所以今天这个 video 呢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MyFim 这个牌子呢，相信有看开我 video 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的，因为在对上的 Fashion Haul video 呢我都有 unbox 过他们的背囊啦。今天这个 video 呢都是有 unbox 的环节的，大家可以留意到右手边这里呢是有一盒MyFim 的盒等我的。其实呢因为他们的 square bag 呢就新推出了另一个颜色啦，我都还未知道里面是什么色来的，就一阵会跟大家一起去 unbox 看看是什么色。而我手上这个呢就是我现在自己用的啦，就是红色的织带啦，就再加黑色的底色和一个红色的玫瑰花绣花。其实这个袋虽然它看起来很小个，但它里面是超多间隔和摆到很多东西的，但由于这个里面已经是塞满了我的垃圾啦，所以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去开这个，就直接去到开箱的环节，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里面的间隔。咁依家咧就到呢个 unbox 嘅环节啦，咁同之前一样咧，佢哋都系整咗一个好好嘅箱咧去包住佢哋件 product 嘅，咁我哋依家就一齐打开啦。咁但系咧，之前背囊嗰个咧就系长身大大嚿啦，咁呢一个咧佢就系正正方方嘅，咁就啱啱好入住佢个 square bag 啦。咁我已经见到系咩色啦，得得。哇！我喜欢这个色多啲啊！好啦，我哋而家咧一齐开呢一个，得啦！我想跟大家讲咧，呢个一攞出嚟我就已经劲中意佢呢个配色咯，佢呢个银色玫瑰嘅绣花好靓咯，同埋配咗呢个银色嘅织带啦。咁咧，佢入边应该都系银色嘅带。系啦，佢入面都系配呢个银色带咯，写我依家系中意呢个多过我自己嗰个添。好，咁我依家咧就同大家一齐去解扣一下呢一个袋先。咁我依家咧就扣翻好条带俾大家睇先。我觉得呢个银色衬红色劲靓咯。好啦，咁依家咧就同大家解扣一下呢个 square bag 啦。咁首先咧个袋除咗头先个包装盒咧，咁佢都会有翻个 MyFim 嘅吊牌啦。咁大家咧可以留意到咧，每一次 MyFim 嘅 logo 咧，其实都系个物料好似有啲特别。其实咧佢系用咗一个 3M 嘅物料嘅。咁我相信咧我会带呢两个袋出去拍下 outfit 俾大家睇，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片尾啦。咁到时大家就可以睇到佢个 3M 嘅效果啦，应该，因为我之前咧试过影相出嚟咧，佢系好靓嘅个效果。咁佢前面呢一度咧就有一格嘅，咁佢就系做咗呢一个皮带嘅拉链啦。咁拉开之后咧就有一格嘅间隔啦，然后呢一度咧就有第二格。咁第二格呢一个咧，我想话俾大家听系好实用嘅，真噶。咁咧佢入面咧就可以有摆笔嘅位置啦。咁我自己虽然系唔摆笔嘅，但系佢就本身 design 咗个摆笔嘅位置啦。或者摄到一啲好幼身嘅唇膏嘅，我自己试过。跟住隔篱呢度咧就有个 card holder 嘅位置啦，咁就可以俾你摆卡。咁呢一个我自己系好需要嘅，因为我平时如果带啲细袋咧，我有阵时啲卡咧会乱咁摄嘅，咁所以佢有呢啲间隔咧。我是非常之好啦，跟住咧佢呢度就可以摆埋其他林沈嘢，然后入面大格咧，佢另外咧都会再有多个拉链位嘅呢度，咁就变上你大格咧其实都有两格，而最后咧佢后面咧都仲有多一个拉链位置嘅，咁呢一个位置咧就可以俾你摆一啲比较贴身啲嘢啦。咁我自己有阵时如果我身上面太多 cash 咧，咁我就会摄少少喺呢一个位置嘅。咁呢一个袋咧，佢大概嘅间隔就系咁样啦。同埋 MyFim 呢一个牌子咧，我自己好中意佢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以呢一个 square bag 为例啦。你会见到咧系好挺身，佢唔会话耷嚟耷去啊，好凹
即係好對啊，因為我哋平時如果孭呢一啲即係咁四四方方 square back 咧，係好罩嘅，佢好對嚟對佢好核突咁樣嘅樣啦。但係因為佢咧本身入面個用料咧，佢嘅質地咧係好厚實嘅，咁所以個袋咧就可以做到咁挺身嘅效果啦。咁同埋咧，除此之外咧，我都可以講解一下，譬如佢啲拉鏈咧，佢全部都係用咗好靚嘅五金啦。咁而佢嘅底部咧都係有做咗一個真皮嘅 details 嘅。咁你就會望落咧，發覺個袋咧，其實佢呢一個位置雖然大家嘅用色係一樣啦，但佢就會有少少 details 啦，同埋呢一個位置咧，佢都可以防止你即係可能太重啊或者磨蝕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位置係好細心嘅。咁依家咧就俾大家試過睇曬兩款嘅 square bag 啦。其實咧我自己咧就兩個都咁中意嘅，不過就有少少新試坑，我中意佢呢一個銀色嘅繡花玫瑰花啦，因為好特別，因為平時好少可以會有銀色咯，同埋佢撞。色撞得勁靚呢個，同埋去到近呢一年咧，所有刺繡嘅 pattern 咧，其實都係好 hit 啦。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咧，我之前 My Fam 嗰個背囊咧，都係揀咗黑色配呢一個紅色嘅刺繡玫瑰花嘅。咁我自己本身都係好中意刺繡 pattern 嘅嘢啦，咁所以今次呢兩個袋咧，都係十分之合我心意嘅。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差啲唔記得咗講，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就是我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吊了一个有我自己个名字的织带的锁匙扣啦。我决定现在要将它搬运回去我现在这个的新袋那里啦。哒哒，大家觉不觉得好衬啊，现在这个银色的刺绣玫瑰花再配上一些银色的织带和我这个织带锁匙扣。咁我都同大家順便講埋呢一個織帶鎖匙扣啦，咁佢咧大家都可以喺 Muffin 嗰個訂做嘅，咁都係用翻五金嘅扣啦，跟住有呢個真皮啦 ，3M 嘅字同埋織帶。咁其實個字方面咧，大家就可以根據翻你哋自己個名咧，揀翻三個英文字母去做嘅。咁我自己就揀咗 MEL 啦，咁就放翻我 Melo 個名啦。咁而個織帶咧，佢都有三個 color 選擇嘅。咁呢一個我就唔太詳細講啦。如果你哋係有興趣咧，都可以去翻Muffin。个网嗰度睇下，系啦，咁啱同大家分享咗嘅咧就系呢个 Mytim 嘅 Square Bag 啦。咁呢一个袋其实我都冇乜特别话有唔中意佢嘅地方嘅，除咗佢呢一个暗格嘅位置嗰个插笔嘅位置我唔系好用得着之外，咁其实除咗嗰个位置之外咧，这个袋我自己都觉得系十分之满意噶啦，因为 for 我平时带出街孭嗰啲大袋嘅所有嘢咧，其实我系可以放得晒落呢一个细袋入面咯。咁所以我系十分之满意呢啲又细细个，跟住孭出嚟又好睇，但系容量又大嘅。袋啦，我相信大家就咁睇我讲解同埋 unbox 个袋咧，应该系唔够厚噶啦。咁所以依家咧就会俾大家睇下我衬咗两套 outfit 啦，咁就 show 翻俾大家睇佢哋孭上身嘅效果。Good for me. I'm only a fool for you. But I don't fucking care at all.片大家会喜欢哪一个颜色多啲啦，但是黑色当然就会百搭啲啦，无论你衬啲咩衫都 OK。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譬如都喜欢穿啲 streetwear 嘅衫出街，或者你平时会 casual look 啊，或者行啲欧美风嘅 style， 其实我都觉得是衬到用呢一个 square bag 嘅。但是如果你问我 recommend 大家买哪一个色咧，我就 recommend 唔到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有选择困难症嘅，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翻 MyFam 嘅网嗰度睇下啦。
咁啱啱咧就同大家分享完 MyFam 嘅 Square Bag 啦，咁嚟到最後咧就係、如果大家嚟緊聖誕節，可能想買翻個袋俾自己，又或者情侶裝，又或者想買呢個袋去送俾人嘅話咧，咁其實上 MyFam 嗰度買個袋嘅時候咧，都可以用翻我嘅 coupon code 嘅。咁我呢一個 code 咧，其實我自己平時買嘢咧就有 15% off 啦。咁呢一個 code 咧，至到去今年嘅年尾，即係12月31日咧之前都仲用得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用我呢一個 code 去 MyFam 嗰度買嘢啦。大家可以絕對放心，這個曲我是沒有任何回佣，是沒有錢收的。大家如果有需要買東西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曲，就有 15% off 的 discount。咁今次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都会中意今次嘅 video 啦。如果中意嘅话咧，就记得要俾一个 thumbs up， 同埋如果你系未 subscribe 我 channel 嘅话咧，就快啲去下面揿 subscribe， 同埋 click 埋隔篱嗰个钟仔啦。咁我哋喺下一个 video 同埋我嘅 Instagram、Facebook 见啦。预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拜！I don't know.